救救我，我害怕，奶奶救救我。哎呦，那是孩子了。哎呀，奶奶救救我。来来来，孩子，天哪，这谁家的孩子啊？啊，你怎么早这样了？快快快来，来来来。哎呦嘿，来来来，叔伯给奶奶。奶奶救我。哦，救救你，救救你，救救你。哎呀，这谁家的孩子这是啊？啊，就是他。后来啊，我就把他抱回来了，他睡着了。等他醒了呀，我就问呐，爸爸妈妈，他就跟我说，爸爸叫石英，妈妈叫白鸽。哎呦，这孩子还是我接生的呢。后来他就跟我说呀，是他姑父带他出来的，他们在沼泽地给走散了。这孩子还说，他姑父是个坏人。你王大娘呢？啊，就找到我了，他急呀。后来我也不知道啊，情况，这电话也没有。那这样吧，那就我就让他给照看几天啊。我想着，你们过两天就会来找的。他天天哭，天天哭，闹着要回家，闹着找妈妈。你说我们又不知道他家在哪儿，往哪儿送。哎呦，后来老队长出个主意，说不行了，先送到派出所去。这不是你们来了，一来就好了，你们来就好了。大娘，队长，多亏了你们了。白哥呀。你说你们家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啊，那个叫姑父的，他什么人啊？他把孩子领到这儿来，孩子跑丢了，他也不来找。没什么，老队长，都是误会，孩子找着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他姑父找到了吗？找着了。哦，找着了就好，找着了就好。大娘，老队长。我们这为了找孩子出来的急，也没跟家里打招呼，我们就不多待了，赶紧赶着回去，省得家里着急啊！啊，是啊，你不吃了饭再走啊？就不多待了啊！来，谢谢奶奶，谢谢爷爷，谢谢奶奶，谢谢爷爷。哎呦，可别折腾孩子。好好好，幸亏有奶奶，以后不许瞎跑了，听着没有？走吧，走吧，不早了，回头我过来看你。来啊，走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路上注意啊，小心着点。好嘞，让老保重身体啊。哎，行了，别送了，快走，快走了啊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就别送了。别送了，别送了，送了，走，送了，走啊，到门口。好嘞，千万保重身体啊。别送了，快。跟爷爷奶奶再见，奶奶再见，爷爷再见，再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快回吧，老队长，回吧，快回吧，保重啊，再见，快回吧，老队长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，回头我们再来看，走了啊，快回吧，回吧，慢走，喂，找石英。来，石英，你电话怎么打这儿来？喂，对呀，是我，是你啊？什么？找到了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好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，我们马上来接你们。好，再见。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儿了？馋长，孩子找到了，我儿子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。哎，太好了，麻烦总算解决了。你赶紧通知李建华那小子回来上班。行，我们把孩子接回来，就让建华回来上班。哎呀，行，把文件带回去。行，慢点走，慢点走。伯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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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找到了。白羊找到了，啊！羊羊找到了，对，在哪儿找到的？在云南，白哥和建华正在云南呢。他们从那边的邮电局打来电话，说白羊在那边找到了，孩子现在平安无事，正在回来的路上。找到了就好。
找到了就好。回去吧。对，我得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。我得告诉他们去。哎，慢点。白娘，哎呀，孩子找到了，白羊找到了，真的。人呢？哎呀，在那个云南他们插队的农场呢。云南农场？是啊。那跑那儿去了呢？我说建华爷没有回来呢。石英亲口跟我讲的，昨天啊，白哥和建华就去了农场了，这不正把孩子往回带呢。哎，我现在就去火车站去接他们，我就回来跟你说一声，怕你着急啊。那还是我去吧。哎呀，不用，我就回来跟你说一声，怕你着急，你去接艳阳去吧。哎哎，我走了，好，你慢点啊。消息，白鹤来电话了。哦，怎么说呀？说洋洋找到了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找到了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不是在做梦，他们在云南呢，正在回来的火车上。那我们一起去车站接他们吧。妈，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去接。你在家里做几个好菜，洋洋回来就能吃了。好，行。我去换衣服啊。哎，好。终于找到了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啊！